当初这个结构系统其实是我们日本竹中工务店的结构设计师所想出来的。他其实认为说，我们在一个平面上，其实在三角形的一个支撑，它其实就可以把整个的建筑的形态支撑出来。那我们也参考了自然界的一些形态，譬如说像树枝，它也是一个像树枝状的一个支撑。